为什么要来这里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要拍那个魔方乐园的一个宣传照，所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大森林里。魔方乐园的宣传照，对对对对对，今天拍的非常顺利，今天特别开心。然后当时还在那边的时候，然后我们还玩了荡秋千，对对，特别就是特别美丽。然后在因为在郊外嘛，然后就是能看到蓝天白云，包括看到就是好在这里也是这个享受大自然的这个恩赐嘛。也谢谢大家一直对我们的支持，我们以后会更多的作品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